州总兵王克救甲来迟，请奉上恕罪。兄弟无罪，平心。谢奉上。兄啊，此后你叫丁公子就好了。是。王克，你是安怎知影丁正伫个遮有危险呢？知影三件，有人趁伊伯将的家中留下一封的密函，说公子已将军的门，并说出此时公子有难，命伯将带兵救驾。哦，就要在这会什么人呢？这心一时嘛想袂出是什么人。吴宗兵，迄、那个密函有啥名无？无嘞，可是伊欠。刻一个肖，肖哩，这会什么人啊？公主，照方才的情形看起来，分明是公主游远江南的之事已经泄露，我将由伊带兵保护公主。唔免，公主，吴总兵讲的是对啊，请公主你千万唔通拒绝，假使。救驾的兵士唔免坐，若有两百个守在你身躯边，迄半个警察自然都唔敢近我你身躯啊！哎呀，周勇，啊你是安怎样呢？我出京来这个江南是要来佚佗的，啊你甲我叫遐尼真侪人，一天甲我低调调，我要哪有趣味通啊？搁去这游玩呢？公主，哎呀，周勇，莫搁讲，你较讲就是遮啦，吴总兵。无你的代志咯，你会用个带兵倒转去。是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有安怎无？无，拢无代志。因为吴总兵嘞，带兵马来，就遐个歹人拢总会赶走。啊，家在，朱公子啊，想袂到总兵大人会对你这么恭敬啊。不但吴总兵爱对我好。无论是孙武大人，也是总督大人，若记得我，伊都要甲我叩头跪拜啊！周将军，皇上安危，咱拢无顾虑，你看咱应该安怎办？无错，我希望讲，皇上在苏州这段日子，你会当挂两百名兵士，听我调用，随时暗中保护皇上。是。但是上好就是怀疑，伊是要向吴宗平走漏消息。关玉霄，内奸，一定有内奸，让人走漏消息。吴宗平，伊面哪会遐尼拄好，带兵来救伊？也毋过当时也无外人在场啊啦。是甚物人要去找涉这个秘密？小玉，你讲看卖咧，找漏消息的人会是甚物人？我要来知影是甚物人。哼，小。你为人聪明绝顶，而且记性也袂歹，应该你会记得伫个宋家庄，迄个地里个人引来官兵，甲乌鸦救咱一只，破坏我个计划。如果再第二次引官兵来，就知影你啊，啊是甚物人？问起真好，我的手中
虽然无铁证，但是早晚我会给伊剥落原形。我问你，你的任务什么时阵才要完成？你啊，我要偷听玉女，嘛都要有适当的机会啊！哼，你分明是故意在咧拖延时间。自小住伫李元林家，你并不是无机会通接近，确实，你偏偏迟迟唔肯下手，你到底是为甚物？小公主啊，那你的情形，你用赶紧跟家讲去真清楚。你到即阵还佫伫咧丢地声的，你应该就爱赶紧下手，将玉印佮偷转来啊！要若无，恁老爸这条性命是恐惊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出来！你哟，老爷，你伫遐外口从啥？小姐讲有代志要甲你讲，叫我来请老爷去。我看老爷有人客伫个，所以我唔才唔敢入来。是龙，放心放心，这是我的查某囝，使用的查某囝啦，伊叫做春桃啦，但有代志要来这甲我讲，啊，根本伊也无听到啥，快去快去，家己人家己人，去甲你小姐讲，讲我这有贵客，若有啥物代志要讲，叫伊下暗再甲我讲。是。小姐。一定是周玉英，我前久都无看到伊了。伊唔知怎样，伊阿爹正伫咧做滴违约，伊是不是也甲伊阿爹同款贪图荣华富贵，甘心做一种欺宗灭祖的代志？我既然甲你叫你唔通去卖油，当然我爱照顾你母子的生活。哎呀，大哥啊，你甲我帮忙已经帮忙有够济啊啦！这生活是孤孤单单的代志，我哪会一直靠你甲我救济？这无用的啦！啊，贤弟啊！小李的丈夫。Thank you.
你的妹妹。找三郎呢，姑娘，是你要找伊是？你来慢一步，我你现在即马才出去卖油。姑娘，你是伫看什么呢？伊又潇洒，伊又英俊，又搁清秀，是伊。周玉英小姐身边的查某囝，我叫做春桃啦。哦。阮小姐讲有真要紧的代志要找李三郎哦，叫伊含三姐着爱去一撮。有要紧的代志是啥物代志？伊去着知影嘛。朱公主，还无才麻烦你甲伊讲，叫伊含三姐着爱去哦，我伫咧后门口等伊。心。
左小姐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袂记得我阿是，我就是你的。不管是什么人，三更半暝四川鬼吧，分明是贼，来人啊！小姐，你千万唔通画出来啦！我唔是贼啦，我是林准的朋友，名叫萧玉。萧玉，那安尼，你就是想要偷摕钱去迄个萧玉咯？果然，我猜无唔对。今仔日我甲周世龙你先所讲的话，村头拢已经有听到，而且也已经来甲你禀报过啊。不管你是甚么人，请你出去。阿婆若是唔出去呢？就算讲你是阮阿爹的朋友，嘛无应该三更半暝出入来我的手吧？你若是讲唔出去，我是要发声啊！你千万唔通发声，咱若发出去，大家是拢无面子哦。搁再讲，我有重任在身，准讲你阿爹若知影我私传绣楼，伊嘛唔敢对我安怎？迄无定着，恁阿爹会改变主意，将你顶对乎我哦。你这无天的公道！小姐，你嘛莫安尼一开嘴就骂人。啊，当我萧玉有啥物唔好呢？甲恁阿爹同款，拢是侯明灵王呢。啊，灵王有一天若是做皇帝的时阵，我萧玉要封官封侯。这是无问题的啦，啊你若是嫁给我，也算讲你的好事啊。你莫叫代罪啊，是罪一定，迄个失败官你是要怎的报应？受你为徒，老师傅，你也免失望，念你一心向佛，我会当收你做寄命的弟子，赐你佛经三卷，回家念佛。
天拜见师父。进起来，进起来。谢师父，这位就是你的师姐，关玉箫。师姐，师妹，免礼。师姐，师妹，咱伫个庙寺见过一摆面而已，分别到即马也已经有三年了，无怪你会将我放袂记的啊。无啦，我哪有将你放袂记哩？你看嘞，你即马打扮这个型嘞，我做人嘛想袂到讲会是你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拢来啊？伊是啥物人？伊是去我掠着啊吼，拄则搁骂我啥物野传秀楼，到即马嘞无话通讲啊吼。你又别讲。周玉英，想袂到你是一个这款的查某，哼！